女生遇到恐怖情人，竟然我每天出门都会看到我的那个窗台上有一个巧克力。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在睡觉的时候，我就听到窗户有声音，我就开灯，然后看，突然看到一个眼睛就这样跟你对望，就是他。TVBS 欢乐台资讯频道晚间10点，女人我最大，想时尚低基金。